他们，十分的团结嘛，他们的喊声都十分的整齐，他们一直在那边喊，然后他们场上，他们沟通的很多。我觉得大陆小朋友的团队蛮久在需要学习的部分。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南大直播，我是璇璇。南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六号上午现开球，以棒球为媒，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加强蒙古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要以北京中轴线、中国的杰作等文化和资源契机，进一步加强文化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蒙古的文化瑰宝和自然。习近平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增添。习近平强调，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宝和自然珍宝。要持续加强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散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民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和自然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行动，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二号接受专访，阐释二十届三中全会，表示二十届三中全会展现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和放成为稀缺品的今天，中国修路挂钩和世界发展的红利。在专访中表示，二十届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2029年必须完成，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和。在被问到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中国政府将继续以改革促发动力，一是供需两端两线结合。谈及增长目标，谢峰强调，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中国有信心不仅能实现会发展目标，还将积累长发展的不竭动力。他还说，中华改革取向的态度始终未变。中表示，在一些国家关门住今天，开放已经成为全球稀缺，但中国坚持开门修路，世界分享改革发展红利，继续主动对世界张开双臂，世界向中国敞开怀抱，欢迎抓住中国发展机遇，共享中国实现自身更大发展。三中全会决定专门提到，将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度，中方将继续优化措施，让外国朋友在中国方便、更舒心，欢迎美国就走的中国行，遇见一个中国。凤凰卫视。中国和菲律宾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物资运补实行安排，中方曾强调要履行承诺，不要朝令夕改。话音刚落，菲律宾就南海问题动作频频，中非得来不势头再次面临挑战。今年7月的东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向会见菲律宾外长马纳罗时表示，仁爱礁人道主义物资运补问题安排，但关键是菲方要履行承诺，提上不要再节外生枝。称菲方将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建设性处理分歧。菲律宾与美国的外长、防长举行马尼拉高调登场，美方重共同防御条约，并宣布向菲律宾多的5亿美元军事援助，将签订军事情报共享协议。外交部对此批评，菲方拉拢域外
抗，只会加剧地区局势紧。菲律宾的动作没有停止，8月2号，日本在南海举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为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实现印太地区努力的一部分。2天，国防长到访菲律宾，与菲律宾防长声称，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法律约束力，并承诺建立对之间的长期关系，预计将在年防务合作协议。越南海岸警卫队一艘海警船尼拉湾开启访问，双方和演习，菲方称这次访问有主权纠纷的国家也可以发展合作，中菲关系好不容易出现缓和，怕在菲律宾的折腾之下面临，正如中方所说，好的关系建立，但是破坏起来确实很容易，双方的损失都是不可弥补的。综合报道。军方近期已经完成了座滩仁爱礁建加固作业，使其能够继续存在。这个举动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局势？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国社科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立平。许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呢，会晤之后南海局势大体平静，但真的有所缓和，菲律宾好又是否会加剧中非的对峙？中非在应该说局势程度的缓和，但是我们现在这种缓和是否具有一定的，我觉得还是值得观察。因为从目前来看，就南海我们实际上有双边机制，实际上这种双边的对于双边共分歧，特别是突发事件，还是制约的作用啊，因为机制的框架之下啊，还有来说，办公这些电话，包括外交部系统的这些电话或者沟通机制，这种沟通的机制，实际上这种沟通的机制还是非常，因为这是在杜特尔时代就建立起来的这些机制，我想进一步的在南海问题。这种冲突或者说一种起到了一定的程度的作用，我是值得肯定的。第二，从前一段的双仁爱礁的摩擦来看，菲律宾已经切切到一种痛，也就是说跟中国直接面对面的对抗对菲律宾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好处，特别是菲律宾军方的这种鲁莽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来说是美国下场，那美国对抗中国啊，但是美国现在是这么做，是所以说在为包括仁爱礁在南海军方的这种激烈的对抗，再次我觉得目前来至少短期内不太可能的，可能这种小的摩擦还会短期内还。我们再来看到近期的菲律宾动作频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之后又和日本分别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演习，国防长访问菲律宾之后预料两国签订防卫合作协议，菲律宾在国际合作您觉得目的何在？实际上菲律宾的这种高调来推动，那么直接的是将进一步的复杂化和国际化讲清楚，那么他和中国他的实力非常弱，占不到任何的便宜，就不断的通过这外的大国来南海地区角，特别是最近这些年马克思上台以后不断的美国跟包括日本甚至澳大利亚等等一些域这么一种军事的海事的这种合作，好中国来展示菲律宾的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加菲律宾在这个地区的特别是话语权我想这是他的目的。
至于说他和越南这种联合演习，我更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啊。更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自己岛礁主权的啊尖锐的，我个人认为他们之间的空间是相当的啊。但另外一个呢，我想啊，他这么做还有一个最终，他还是在进行的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一步的来固化他的利益，都在准则的谈判中呢啊，来主张他的权，进一步的来扩大事务方面的他的这种话语，因为在一些岛礁争端的国家中，实际上无论从法理上啊或者从方面，实际上他并没有这种优势啊，实际上他的因为这种高音维权的行动呢啊，是一种博存在感。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菲律宾深交往的同时，曾台湾前空军副司令李廷胜斌副代表，那台湾又是打的这个盘呀，是有我个人认为的冒险的一个行为，因为台湾并没有任何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冷战时期，台湾在菲律宾还是具有影响力的，双方合作啊还是蛮深入的，也去过很多次，实际上我台湾在菲律宾还是具有一定的，但是呢，正是因为台湾和菲律宾没有外交关系，即便是台湾想在菲律宾要搞什么大动作，我想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在中菲之间的这种关系出现一种急转直下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那么台湾可能看到了一些机会。所以他派一些军队的退休将领来去担任这个所谓的这种商务处的这种代表啊，实际上更多的可能，我个人认为可能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个商务代表的这么一个进驻，更多的可能是未来要加强台湾和菲律宾的在军事方面或者防务方面的这种合作。那么这背后呢，可能我觉得可能也是美国因素啊，也是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他们要进一步的加大这种合作或者实质性的合作了，那必然会遭到中国的强烈的这种对，因为这个非常的清楚啊，菲律宾也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和台湾发生这种军事防务上的合作，这个应该是超越了这种关系，必然会遭到中国的这种反制。好，谢谢许先生点评分析，欢迎回来。来关注到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包培庆、曹其庸等祖籍宁波的香港企业家回信，为了让大家更好贯彻学习回信内容，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提出指导意见。意见指回信充分体现对香港企业家的肯定和鼓励，为港澳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给祖籍宁波的香港企业家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令香港工商界亦倍感鼓舞和振奋。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贯彻学习回信内容，提出指导意见。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郑燕雄宣读了指导意见，意见指回信充分体现了对香港企业家的肯定和鼓励，充分体现了对港澳同胞的关心关爱，充分体现了对港澳发展的高度重视，为港澳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希望港澳社会，特别是工商界，以习主席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商子情，积极思变、应变、求变，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生则表示，期望透过培育更多青年工商领袖，传承前辈的优良传统，扛起大旗，成为新时代经贸投资的领导者，爱国爱港的推动者。中总将会继续深化会员企业参与粤港澳大湾区、RCEP 和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建设，积极发挥中总内联外通功能优势，推动工商界更好融入国家，对接国际，全方位讲好香港故事、大湾区故事和中国故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肯定的与鼓励，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香港工商界与祖国的发展列程紧密相连，忧喜与共。回首往昔，不慌是卢希文，香港报道。第十一届三中全。位于尖沙咀的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展览厅七号起免费向公众开放。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意识。由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办的国家安全展览厅位于尖沙咀香港历史博物馆二楼，面积超过1100平方米，也是香港首个实体国家安全教育基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六号在展厅开幕典礼上指出，虽然香港已告别了动荡不安局面，彻底终结了维护国家安全，在国际形势下，国安风险不容忽视。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在谋划和推进发展的时候，善于预见和预判各类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香港中联办主任郑燕雄在致辞时表示，香港历经由乱到治，正在由治及兴的光明大道上一勇前行，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淡忘国家安全。我们追求的是平平安安、舒舒坦坦的生活，但必须常常提醒大家警觉，时时高悬法治的利剑。中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在致辞时表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香港优势独特，风光无限。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维护国安要从香港人民中找到根基，凝聚力量。只有国家安全坚如磐石，才能保佑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展览厅全年免费对外开放，特区政府预料一年会有超过10万人参观。特色展品包括国家博物馆赠送的开国大典油画、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当天在天安门广场飘扬的特大号国旗，以及国家航天局借出的月球土壤等。放卫视吴星纯向报道。澳门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法后，首次举行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选举，将于11号举行。选举管理委员会提醒，自10号凌晨零时起，禁止再做出竞选宣传，否则违法。今年10月举行，8月11号先进行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投选程序，共有348人报名参选。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提醒，选委会竞选活动期于9号午夜12时结束，10号凌晨起，任何人都不可再以任何方式做出竞选宣传，否则会构成违法行为，可被罚款2000至10000澳门元。选管会也公布，竞选活动期7月27号开始以来，7个界别或分组的所有候选人及相关人士均依法进行竞选宣传，情况良好。另外，选管会提醒，在投票站和其运作的建筑物周围均禁止任何选举宣传。如果选举当日违反规定，以任何方式进行竞选宣传者，可被判处最高1年监禁；在投票站内或其100米范围内进行宣传者，更可被判2年监禁。这次是澳门修改行政长官选举法以来首次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选举。选管会表示，修法能够从各方面优化行政长官选举的管理和流程。经过修改的行政长官选举法，对于整个选举程序的
順利咁啊進行啦，進行咧提供咗更加大嘅、更加有力嘅一個法律嘅一個保障嘅。從法律嘅制度啦，同一啲執行嘅層面上邊咧，都係為咗進一步咁樣落實呢個愛國者治澳嘅一個原則嘅。修改后的行政长官选举法新增了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作为参选和出任委员的资格条件，规定参选时需就拥护和效忠做真诚声明签署并提交声明书，由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被提名人及参选人是否拥护和效忠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2024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6号上午在福建连城县开球，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勉励台湾球员多到大陆来交流、交朋友，共同提升。3、2、1，开球！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福建副省长王金福、台东县长饶庆林等两岸嘉宾应邀为比赛开球。宋涛勉励两岸的青少年要多交流。你这是自己来还是有家人陪你来？教练带我们来，我们有家人。那你自己一个人出来，爸爸妈妈放心吗？放心。好，来大陆应该放心。多介绍你们的球队，让大陆小朋友了解你们，是吧？让大陆小朋友也介绍他们的球队情况，你们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啊，把两岸的棒球水平不断的提高。也欢迎你们常来啊，这也是你们的家。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为期8天，邀请两岸的8支青少年球队参赛，来福建参加比赛。台湾小球员们说出的吸引点，让记者们忍不住笑出声。球场都很好。哪里好？就是不用刷球裤。我说不用刷球裤。为什么这么说？之前在台湾是要老刷球裤是吗？对，台湾的场地里面都是红土，比赛完了回去不用刷球裤。对于大陆的球员来说，台湾球员们给他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沟通。台湾教练说，台湾要学习大陆球队的凝聚力。在过去2天的比赛当中，能够看到大陆的球队输球比较多，但是从台湾球队的身上学到了技术技巧，而台湾球队看到的是大陆的团结精神。确实，这就是两岸交流的真实意义所在，常来常往，相促相长。凤凰卫视霍伟伟、王磊，福建连城报道。财经方面，在经历了周一的股灾式急挫之后，亚太区股市周二迎来大幅反弹。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其他大部分市场都收复了周一的大部分失地。当中，日本股市在日元对美元汇价大幅偏软的支撑之下，急涨超过10%。美元对日元走势周二大幅回升，显示周一撼动全球金融市场的日元套利盘平仓活动正在平息，带动日本股市报复性反弹。继昨天创下单日最大下跌点数记录后，日经平均指数周二掉头飙升3200多点，创下了有史以来日内最大的上涨点数记录。中场升幅超过10%，收报在34675点。东证指数也大涨超过9%，而在大阪交易所上市的日经平均指数期货则是13年来首次触发熔断。盘面上，33个行业股指全数上涨，不过周一领跌的三井住友金融今日再跌近2%，继续创近半年来的收盘新低。韩国股市也出现急涨，首尔综合指数与科斯达克指数开盘后双双升超5%，触发熔断，这是韩国4年多以来首次出现两大股指同时向上触发熔断。截至收盘，首尔综合指数重回2500点上方，涨幅3%，科斯达克指数更大涨6%。此外，首尔综合200指数期货及科斯达克150指数期货也因为升势过快，开盘仅仅6分钟便触发熔断。但是在个股方面，周一领跌的三星电子走势落后，升幅只有1.5%。台湾股市同样剧烈震荡，周一大跌的台积电与联发科携手上扬，加权指数一度反弹920点，刷新盘中最大上涨点数记录。收盘时上涨670点，刷新历史第二大单日上涨点数记录，收报在20501点，总成交维持在6400亿台币左右。其他股市方面，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以及印度等地的股市也都表现靠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亚太股市经历了黑色星期一之后，未来回调势头如何？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正在中环的本台记者张佑仁。佑仁你好，把时间交给你。
全全你好，今天我们请到东亚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李振豪来跟我们谈谈。亚洲股市经历了黑色星期一，而日本股市一度出现大跌。日本股市中短期的波动以及日元汇价之间的波动又会有怎样的关联？接下来请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今天全球的股债是从日元的突然上升有关，背后的核心原因是7月31号因为日本的央行突然加息，还有就是美联储炒作减息有关。这个动作里面我们看到在经济的基本面，还有就是往前看的投资策略，在日本央行再大幅加息的空间不大，反过来需要看就是九月份美联储去减息的观点。我们观点是在25个点子，而不是市场预期的50到75个点子。在减息25个点子的时候呢，日元应该在148到150里面平定，所以现在还没到一个完全的反弹的一个位置。特别要注意，就是现在的危险是从汇市蔓延到股市，而不是股市的基本面出现什么逆转的改变。通过李先生的分享，我们了解到接下来还是要持续关注美联储的动向。先将时间交还给全全。欢迎回来。中国出入境管理局早前发布公告，将为港澳永久性居民中的非中国籍人员签发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八月初已经有第一批申请人使用新证件走快捷通道入境内地。八月初，首批领取证件的非中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使用新证件经过福田口岸边检快捷通道通关，用时不到1分钟。之前，非中国籍港澳永久性居民需要用有效的护照和签证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经过人工通道的查验之后才能够入境。现在他们在证件5年有效期内可以多次来往内地，每次停留不超过90天，入境时不用填写外国人入境卡，在口岸采集了指纹面相之后就可以通过快捷通道过关，更加方便快捷。我们在福田、深圳湾等口岸入境产地设置了边检快捷通道临时备案采集点，为持证人提供即到即采即走便利服务。备案后，持证人可经边检快捷通道秒速通关。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推动管理服务提档升级，服务促进内地与港澳间人员交流交往，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截至目前，已经有2万多人预约办理证件，第一批申请人已经顺利拿到证件。凤凰卫视张潇、吴志晨，深圳报道。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共22家企业上榜，其中广东有17家，香港有5家上榜，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汽车行业仍是大湾区最具竞争力的领域之一。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满1周年，核桃首班深港跨境直通巴士发车开往香港，预计科研人员从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到香港科学园通勤时长压缩至35分钟左右，整体效率提升30%。深港多个口岸旅客通关量上周末连续2日创全面恢复正常通关以来新高。4号，深圳陆路口岸单日出入境旅客破88万人次，入境超39万人次，出境超49万人次。客流主体仍是去深圳休闲消费的港人，其中部分还经由深中通道前往中山、江门等地。香港的士八达通流动收款机将增设微信支付作为支付选项，目前已有25000名香港的士司机接入，乘客和司机双方都无需另行换汇，港币车费可自动转换成人民币结算，并享优于市场的汇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巴黎奥运会6号进入第11个比赛日，中国女排在1/4决赛中不敌土耳其女排，止步8强。截至目前，中国队斩获21金、18银、14铜，以53面奖牌暂列第二。美国队以21金，法国队则以13金、16银、19铜位居第三。中国香港暂时位列第21，中华台北则排在第33位。中国反兴奋剂中心6号就美国奥运田径选手奈顿类固醇阳性事件发布声明，指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对这一事件的处理表现出典型的双重标准和赤裸裸的政治操弄。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在声明中指出，奈顿兴奋剂阳性案件疑点重重。首先，案件所涉类固醇物质群铂龙是一种蛋白同化制剂，可极强提升力量和爆发力，并非常见污染物质。但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却宣称奈顿的阳性结果是食用了受污染的肉类引起的，决定不对其实施禁赛处罚，并允许他最终代表美国参加巴黎奥运会。其次，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在事发两个月后才展开调查，并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尚未审查案卷的情况下就发布声明，宣称正义得到了伸张。最后这一声明之后又被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从其官网中撤下，美方这些反常举动似有所隐，令人生疑。中国反兴奋剂中心进而指出，美方对于其国内外的反兴奋剂工作明显采用了双重标准，一方面纵容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盟和大学体育联盟不受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管辖，并自行制定出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存在明显冲突的反兴奋剂标准，另一方面又通过立法允许美国对国际体育赛事中的兴奋剂事件实行域外刑事管辖，妄图通过指责打击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转移美国国内反兴奋剂工作的严重缺陷，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和虚伪双标。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强烈敦促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停止人为制造虚假叙事和泛政治化的认知操弄，停止以所有的法律手段搞威胁施压和滥施长臂管辖，重新审视其在处理兴奋剂案件时的方法和原则，并展现出应有的诚信和一致性，以重获国际社会的信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巴黎奥运会田径项目首次启用复活赛，让原本就紧张的赛制更加刺激。而每年奥运会上都会出现一些骨骼清奇的神人，这次当然也不例外。来看今天的巴黎奥运热浪。当地时间8月5号，在女子400米跨栏复活赛中，中国选手莫加别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闯进半决赛。在奥运田径场上什么时候出现了复活赛呢？其实复活赛的引入是2年前国际田联对田径项目晋级规则的一项新改革。复活赛涵盖的项目包括了所有从200米到1500米之间的个人田径项目以及跨栏项目。在过往的比赛中，通常是小组成绩前3名的大 Q 选手和其余选手中成绩最好的小 Q 选手晋级半决赛。而引入了复活赛之后，除了大 Q 选手直接晋级半决赛外，其他选手都将通过复活赛来争取半决赛的名额。也就是说，所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将至少跑2场。复活赛中，所有选手又站回同一起跑线，不同小组间的差异对选手成绩所造成的影响也降到了最小。本届奥运会射击比赛中，一位名叫尤瑟夫·迪凯奇的土耳其大叔在全球网络走红。零装备，近视眼镜加睡眠耳塞，单手插兜，像是出来散步，顺便拿了块奥运会银牌。这样的造型和派头让网友瞬间脑洞大开，给他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背景故事，称他为现实版的杀神 John Wick。 大叔回国后连忙接受采访，解释自己是习惯了睁着双眼射击才不带装备，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真的不是杀手。而这样让人感叹人不可貌相的选手，中国队中也有一位。男子110米栏第一轮，中国选手徐卓一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半决赛。没错，就是他。这位戴着眼镜、看起来理科成绩特别好的朋友，这长相和气质也怪不得网友会说，在奥运会的跑道上跑出了一种大学生上早课迟到的氛围。玩笑归玩笑，还是衷心期待他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再创佳绩。近几年流行这么一句话，在上班和上头之间，年轻人选择上墙。不知不觉间，攀岩不再只是健身圈的狂欢，而是一种年轻人的社交生活方式。在东京奥运会完成首秀的攀岩运动，也带着全新赛制来到了巴黎。新赛制下，运动攀岩设立男子女子各2个奖牌项目，分别是由攀石和难度攀岩组成的全能项目以及速度攀岩项目。简单来说，前者对应的是奥运精神中的更高更强，后者则追求更快，是这次奥运单独设立的分项。全新的奥运墙上对决将迎来更多的选手，中国攀岩队也在这次对决中实现了全项目参赛。
其中速度攀岩是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或能冲击首枚金牌。不过攀岩战场高手如林，四枚运动攀岩金牌究竟花落谁家？中国队员能否轻功附体飞檐走壁，在巴黎的浪漫岩壁赛场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羽毛球队的男双运动员王昶和梁伟铿今年首次参加奥运会，便在男双拿下了一枚银牌。这对00后小将在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决赛场上两个人没有想太多，只想争下每个球。短暂休息后，他们将会继续朝着单项世界冠军冲刺，相信在下届奥运一定能够超越自己。当地时间4号，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在巴黎奥运会羽毛球男双决赛中大比分1-2不敌中国台北队组合，最终摘银。不过这对23岁的小将已经创下历史，决赛打到1-1平后，第三局两人一点一点抢回落后的比分，决胜局和对手仅有2分之差。决赛当时你们对面是上一届的男双冠军，那在决胜局第三局的时候，比分一分一分咬的也是很死，当时你们的比赛心态是怎么样的？在奥运决赛上，不管是什么样的对手，实力悬殊也好，实力相近也好，其实在站在那个场上，其实就是胜率都是50%和50%。我们在对他们是卫冕冠军这件事上，其实我没有想很多，我们只想着决赛上我们就是每球必争，想尽办法去打下每一个球去赢得这场比赛。因为平时训练击球的时候，我们非常相信我们自己的技战术吧，然后所以说我们到后面我们年轻敢打敢拼，然后这技战术发挥出来，其实我们有一定的稳定性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几率去翻盘。2022年横空出世的梁王组合横扫各大国际赛事，只用1年多时间就将自己的世界排名从400名开外拉升至世界第一。王昶说，两人在技术和性格上的互补让他们的沟通配合更加顺畅。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就是可以说我们俩很搭，我们并没有说过多的有那种两人要相互磨合的那种过程，我们其实搭配的时间出成绩包括出效果的时间挺快的。首次出征奥运，6场比赛打得并不轻松，但两人在比赛中的默契和松弛感让观众眼前一亮。大家表现出我们的松弛感吧，我们第一次的比赛，然后其实更多源于生活吧，我觉得有时候太过于着急，没有让自己冷静下来的时候，跟场上一样，有时候打球打上头了，确实也是很难去发挥自己的自身水平。尽管没能为国羽夺回阔别8年之久的奥运会男双金牌，不过梁伟铿和王昶首次参加奥运就打进决赛，也让外界看到沉寂已久的国羽男双重新崛起的希望。他们的教练也在赛后发文称，尽管巴黎有点不甘心，但梁王组合已经倾尽全力，在短暂休息调整后，他们还有很多小目标等着去实现。我们会继续展望，特别是单项世界冠军，我觉得这次我们没拿到，那就是我们还有点地方需要进步，那就下次再来。包括去年的世锦赛其实也有点遗憾，但就是在努力嘛，没事还年轻，在努力嘛。我觉得男双之后的路也一样是不断学习嘛，不断学习和超越我自己，包括我们这队也是一样会，我觉得在下次奥运会包括下次世锦赛我们一定会超越自己。争做冠军嘛，一今年的巴黎奥运，国羽在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5个项目各有2人或2对组合参赛，再度续写了里约奥运的满额参赛。截至5号，国羽的巴黎奥运之行收官，收获2金3银，共5枚奖牌。凤凰卫视周嘉欣、徐逸轩北京报道。在巴黎奥运为香港代表队一举夺下2枚铜牌的游泳女运动员女飞鱼何诗蓓6号早上回到香港。谈到这次奥运之旅，何诗蓓表示，比赛过程比结果重要，没有感到遗憾，能为香港争光是光荣。6号一早，何诗蓓等香港游泳队运动员一传来阵阵欢呼。谈起此次奥运之旅，何诗蓓表示，比起疫情时的东京奥运，本届奥运气氛很好，有很多香港市民亲身前往巴黎观赛，很感激大家的支持。喺比赛见到咁多香港人，见到香港企喺泳池度，其实系真系系好感动噶咯，真系好感激大家一路对我嘅支持。就算我游得好，游得唔好，就算我系凌晨3点钟比赛，晏昼3点钟比赛，大家都好支持去睇我。
何诗蓓在本届巴黎奥运女子100米及200米自由泳各取得一面铜牌，连续两届奥运为香港代表队获得两银两铜共四枚奖牌，已成为取得最多奥运奖牌的港队代表。他指出自己很享受此次奥运，认为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只要比赛中做到最好就没有遗憾，能为香港争光是光荣。我去呢啲奥运嘅目标唔系希望为咗成为最攞得最多奖牌嘅运动员嘅，即系我都系做咗我自己嘅本分，尽力去比赛，尽力去游，跟住攞到可以为香港争光系一个光荣咯。我明白去奥运之前，好多人对我嘅表现都有唔同嘅期望同埋可能目标嘅，咁但系佢哋嘅对我嘅期望唔系我自己嘅目标。我知道我同教练傾好咗嘅 plan， 我哋嘅 goal 係乜嘢？咁我只要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我就開心咯。何诗蓓表示，奥运之后会在家好好休息，暂时没有退役打算。休息后会继续训练，为世界杯赛事做准备。对于如何使用此次比赛获得的300万奖金，就暂时未决定，希望将一部分奖金用来感谢自己的团队。凤凰卫视王金璐香港报道。今天两岸三地还有哪些热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